Hello， 各位 TVBS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18气象站，我是宜伦。今天呢，由我来为大家解说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然后还有聊聊有关这个气候啦，还有今天应该要跟大家说，今天就是这个啊，哎呀，一个按太快。春分，二十四节气的春分，而且呢，春分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这个太阳直射着赤道的这一天，就是今天的白天跟晚上是一半的，然后刚好直射赤道嘛。然后呢，欸，我说国语没有关系吧？二八月乱穿衣，就这天气呢，在遇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很常这样忽冷忽热，真的是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才好。就像我今天早上去到台中，我自己报天就想啊，去到台中的天气应该都还蛮不错的嘛，然后应该会很热啊什么的，就他们温差超级无敌大。我下高铁的时候，我还在那边，因为有风啊，就觉得好冷。然后结果他们到中午大概一两点的时候，温度整个起来，因为大太阳直接晒吼。整个又热爆了，难怪我中南部的朋友，尤其我妈，他们都一直跟我说，对，真的是天气早上会凉凉的，他们觉得那是凉凉的，但对我来说可能是有点冷。那他们又说，这天气真的是一下大太阳出来之后，温度就很高，然后晚上你如果出门，你不穿个外套啊，不配一件衣服再出去，又会变得很冷，就是跟完全这一句话非常印证目前的天气。也刚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春分啦。不过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的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其实冷气团呢已经东移出海了，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呢就是受到它一点点余威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一波的大陆冷高压中心呢，其实一开始靠近我们台湾，非常非常靠近台湾，因此它在靠近台湾的时候，那么天气就会变得非常好，非常的晴朗，无风也无云，那么呢就会有辐射冷却了。就像今天早上我去台中的概念是一样，他们早上的时候就是真的风也没有很大，就一点点，然后天气其实也没有什么云，就很容易会有辐射冷却。所以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清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点辐射冷却影响，依旧是温度会蛮低的。但是周四呢，这温度就要慢慢开始回升了，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地面天气图是24号的地面天气图，到时候呢，高压已经看已经移出去了，而且这一波风这个封面呢，又离我们台湾很遥远，所以呢，到时候呢，接下来不仅吹东南风，甚至会偏南。就带来这边比较暖热的空气，所以可以看到是周末的时候暖热的温度会高到30度，中南部可能会更高。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温差到底有多大。今天早上的时候9.7度，在我们本岛台北文山区外双溪那边，双溪也来到9.8，甚至基隆的7度啦，还有桃园大溪也都是蛮冷滋滋的。所以今天早上其实太阳还没露脸之前，温度都是这样，但是太阳露脸之后，温度就会慢慢回升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温度曲线图来看一下，今天依旧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蛮凉冷的，有没有？尤其在南部，不管是中南部地区，你看都可以看到，其实都大概落到16度，北部呢更冷了，就刚刚提到的，其实有部分地区都来到10度以下。但是呢，明天开始减弱了，温度就会慢慢回升，你看中南部的高温就慢慢回升了。然后接下来呢，五六日回暖，中午的时候非常非常闷热，甚至有机会呢，我觉得中南部地区应该蛮有可能来到30度以上的，好不好？因为你看这边已经32了，这边就是30度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好不好？大家提醒中南部，你要南来北往的话呢，这温差会蛮大的。就像我今天，我彻底感受到了，好不好？我每次都叫提醒大家要注意，好，自己都没有去感受一下，但你们可能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像我今天从台北到台中的，这感受真是落差非常大，自己本身就有明显的要留意到这个问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穿了一件皮衣，然后去到台中，我朋友看到我的照片说：“你不
热吗？对，很热，所以五六日的时候会来回暖，然后但是呢，到了下周的时候，应该又会有一波冷空气啦。但是这一波的强弱呢，还有待观察。但是预计是在周二这天26号的时候会来转比较凉冷一点点，强度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所以看一下有没有好这个曲线，然后六日出门的时候要怎么穿衣服就非常明显了。那降雨呢？降雨也是，其实明天相对稳定的，因为高压回流的关系，然后也没有什么东北风，也没有什么锋面来影响，所以明天全台各地天气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到了周五到下周一，可以看到是，其实在部分地区就有些零星降雨了，有没有？就是开始像山区啦，或者是这个东半部花莲、台东。就会开始有些零星降雨，但是下周二这一波呢，到底是锋面还是这个冷空气，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到底有多强。因为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点降温，毕竟在基隆北海岸如果有锋面通过的时候，其实还是会伴随东北风啦，东北季风，所以到时候呢温度还是会降低，而且下雨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蛮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的。好，大家一直在问说什么春雨是不是？到时候我来看一下，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的是，我们用数字啦，数字还有这个小图案，大家会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就因为大家对数字应该会比较直接感受。北部有没有二十？这个，周四我想以往不是都放在下面吗？今天怎么跑到中间去了？周四的时候呢，就明天啦，早上的时候还是依旧比较冷，因为冷空气再加上辐射冷却影响，所以低温还是有可能会下探蛮低的。你看南部也是大概走14度而已，但是中午呢太阳露脸之后就来到23，甚至南部地区26度，然后接下来越来越高。有没有看到你五六日中南部的高温都可能来到，持续到下周一都是来到30到33度，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周五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回升了，因为高压回流的影响，所以呢接下来都是好天气，所以六日呢应该可以准备要去出去玩一下了，好不好？这天气都很不错，因为接下来几天天气都美败。好，然后来看到东半部的地区，但宜兰还是会有一点点比较冷一些，就跟台北的温度差不多，12到20度。花东地区14到21度，然后接下来呢，五六日刚刚有提到是六日的时候，可能在东半部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嘛，所以就会有这个小图示就出来有热吼哎，好不好？但高温依旧是蛮高的哦，你看宜兰26，然后在周六的时候花东也来到了28、29度，然后到一直持续到周一，好吗？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开始会持续好天气，一直到周末，好不好？周六、周日甚至周一，要一直到周二，下周二的时候天气才会开始渐渐的转变。好的，里面现在有人来打招呼，大家晚安。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目前我们的一些环境，然后还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其实现在空污呢，其实早上的时候，像前两天其实是金门起大雾啦，但看起来就好像空气都脏脏的，让人家有点不舒服。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真的这个时候不要觉得 TK 然后不戴口罩，因为真的鼻子会很不舒服，甚至喉咙有没有一直讲话，然后喉咙就很不舒服。所以来看到是全球百大空污城市99个在亚洲，为什么都在我们这边哈？为什么都在亚洲？数十亿的人口，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块大陆有没有都会陷入有呼吸的威胁？天哪，都在我们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报告指出呢，在2023年的时候，世界空污最严重的百大城市有83个都在印度。印度好不好？所以我们扣掉，其实有十几个还是在我们亚洲地区。而且呢，有这个 WHO 的空气品质指标10倍以上，就是真的很差很差。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雾茫茫一片。之前我们不是也有让大家看过照片嘛，就是当地的那个空污到底有多么糟糕的那些照片。因为你真的出去，你不仅你说呼吸会有威胁，其实你在路上开车骑车都蛮危险，因为都雾茫茫的，甚至在空中的交通有可能会因为空污的影响来
受到一些有一些危险的状况，所以要提醒大家，现在我像我最近在做一些那个环保的题材，就是希望大家和公司一些大公司可以朝着什么减碳啦，减或者减少碳足迹啦，甚至 ESG 的方向来走。要不然呢，印度现在其实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嘛，当然他们很多工业啦，还有一些就是要为了他们生活，有没有？然后就当初就这样乱排，排了一堆脏空气出来。所以呢，来看到是孟加拉、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就是去年一整年空污最严重的三个国家。那么呢，这个IQ Air 的这个负责人呢就提到了，因为南亚的气候跟地理环境，再加上农业活动、工业，有没有刚刚讲了，还有人口密度，因为是印度的人口密度非常的高，非常密集，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嘛，所以呢 PM2.5 就不断飙升了，这很直接就会影响到的是居民的寿命会缩短3到6年。所以如果平均现在全球平均的这个寿命应该有到70-80岁吧，那就会缩短，就是可能接下来就剩下60-70岁这样子。看起来好像3到6年还好，但其实如果真的平均下来你去减掉那个数字还真的蛮惊人的。那另外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空污最严重的其中一国孟加拉的空污专家就提到了，孟加拉有20%早逝都是因为空污，而且他们的相关医疗费非常的惊人，占 GDP 的4-5%，所以就可以用这些数字来给大家直接的感受上这空污到底对于人类的生活啊健康有多么的明显，好吗？要提醒大家，这空污真的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像那天我去访问那个绿色和平组织，他就是说，除了空污啊，然后环保我们也要顾，尤其就是纸类回收啊，或是环保杯，大家请爱用环保杯。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结果他就说，那不然我们送你那个可以弄成扁扁的杯子，你就可以塞在你的小废包。所以他就真的要提醒大家，现在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不仅是空污啊，他也有提到很多的状况。那大家有问到说，那空污怎么办？除了戴口罩啊，我都吸进去身体里面了，那我可以有什么方式来排毒吗？就像之前大家一直问说，吃到苏丹红怎么排出来，还是有办法的。其实这是用一些生活的习惯去改善体质啦。我们来看到是在这个199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绿色花椰菜含有什么萝卜硫素，能抗癌症的植化素。我还蛮喜欢吃花椰菜的，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很喜欢吃它的前面，通常大家应该是很喜欢吃前面这个，我是很喜欢吃后面的梗根，因为觉得它很有嚼劲。然后呢，其实还蛮多蔬菜，如果有些人我相信有些人不喜欢吃，但是这个也有人不爱吃啊，这什么木素芽类的应该有些人就不爱吃。那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肾脏科医师有提到了，就是鱼油啊， Omega 3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质。花椰菜呢就是有也是富含这样子的抗氧化元素，所以能够对抗空污啦，还有类似的氧化压力危害。这讲得好文言文哦，反正就多吃绿色蔬菜啦，好不好？然后呢，刚刚有提到是除了这个抗氧化物之外呢，其实萝卜硫素能够抗发炎，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身体如果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多吃绿色蔬菜都可以降低罹癌的这个发生率。然后呢，抽烟者应该要多吃，我应该叫我今天的摄影要多吃花椰菜才对，就能够降低健康恶化的程度。而且呢，它还可以就是得，因为这个东西得要靠着破坏细胞壁才能够产出，所以直接生食啊，咀嚼它，花椰菜直接生吃可以吗？这味道应该很重吧，它煮过一下应该会味道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在洗菜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直接闻到那个味道。但是呢，因为其实生吃或咀嚼其实还是比较可以提高吸收率的。然后呢，另外还可以看到是萝卜硫素还可以降低射护腺癌还有消化性的溃疡以及胃癌的
发生率，所以其实吃花椰菜还蛮不错的啦，大家可以多吃。虽然有些人会说里面可能会有虫虫什么，啊，你就洗干净冲干净就好了啊，就是你在洗要煮之前就把它剥开一下，那让里面的那些虫虫或是脏东西可以赶快滚出来，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吃。我特爱耶，超级无敌爱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今天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春分。那春分呢，以往其实都是大约就是落在3月20号这一天嘛。但是呢，我们刚刚也在研究，为什么天文馆会说今年的春分是相隔128年以来最早的春分，而且越来越早，会一直持续到2096年。应该是说，就是我们地球不是会自转跟公转嘛？但是它自转跟公转这样子绕一圈，其实并没有，就是刚刚好365天，是365天再多一点点。所以这每年的累加起来的话呢，应该就是会造成它的时间有点越来越提早，越来越提早。应该是可能这个原因，因为我刚刚看了好多人都在提这件事情，难道没有讲到为什么呢？请可不可以有个专家帮我们解释一下？因为今天是3月20号，是在上午11点06分，太阳直射着赤道的这个 moment 就落在11点06分。那什么是春分呢？其实3月跟9月都有各有一天嘛，就是太阳直射赤道的一天。所以我刚刚有说到台湾谚语就是日夜是对差的，因为它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直射着太阳的赤道，而且呢，九月就是春分啦，秋分，好不好？所以呢，过了这个春分的时候呢，接下来天气就会慢慢变暖，而且降雨也会增加。希望今年呢，在中南部不要再有这个缺水了。那天我们才说啊，怎么才刚刚过一下下，然后石门水库就要缺水了？原本在过年前我们还看到说，水库都还有70-80%的那个储水量啊，怎么过了一个过年，然后就直线下降，这发生什么事？大家拜托节约用水好吗？不要觉得我们在台北有石门水库，什么翡翠水库就很 OK。南部的现在正是进入的这个干枯期，好不好？没有下雨，你们就要等这个春雨，甚至要等梅雨。如果今年又没有一些封面来直接报道的话呢，又要GG了。但是希望是下的刚刚好就好了，不要这样子一下大一下小，一下大一下小，真的是会造成不仅水库可能没有办法好好蓄水，然后也会造成其他一些像土石流啦，或者是一些状况出现。尤其在土石的含水量太高的话，就很容易发生土石流了，好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还是可以稳稳的让水库有水，好不好？然后不要下太过分。那春分呢，其实大家有些习俗也就会开始在那边讨论说，冬至都要吃汤圆啊，那春分有没有一些也来滋补养生一下？但是呢，最近天后这么的不稳定，像我今天就感受到这个三温暖，忽冷忽热，所以呢感冒就很容易发生了。吃什么食物可以防止感冒？我们先来讲一下，这春分有习俗的，也要立蛋，吃春菜，就春天产的菜，尤其竹笋嘛，就是春天才会有的。然后立蛋不端午节才要立吗？怎么这时候来立？大家有知道吗？啥时才要立蛋？好啦，春天呢，就以当令的蔬果为就食疗的价值，像菠菜、芥菜，然后苋菜跟扁豆。有人应该不太爱这几种菜，我个人蛮喜欢菠菜的了。然后呢，多吃春菜其实可以发散寒气，预防感冒，好不好？这最近这天气，拜托大家注意保暖，因为一下冷一下热，你有些人可能觉得明明昨天就很热，然后就觉得可以穿少一点出门，早上出门的时候广告被洗。可以看到是春夏养阳，所以呢像是大蒜、大葱、韭菜、莴苣，然后这些温阳补气含比较多粗纤维的东西就可以增强脾胃，健肾利尿。那好中，真的是中医师才会讲出来的。我爸也都常会这样讲，可能他们打那些那个处方签的时候，就都会大概写一下这些有的没有的。好，正中出现了。他说今天桃园风好大哦。今天桃园风很大吗？有发强风特报啊。没错，春分没下雨。今年春天就会缺水哦，有这样一说吗？嗯，
好像不太一定哦，反正我们还是希望水大家可以等待一下春雨。然后其实为什么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因为春天的肝火比较旺盛而且呢春分后内分泌和代谢会更活跃，因为天气开始渐渐热了嘛，然后就会比较代谢会好一点点。那如果失衡的话，天哪，这其实我最近也常常这样，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痒这样子，其实还是要生活规律一些些啦，然后这就是要去做一些运动啊，舒展筋骨，好不好？然后除多吃这些蔬菜之外，医生叔叔也有提到说可以吃生蚝，因为这是有锌跟这字怎么念？是可以防。我昨天才刚吃生蚝，温生蚝，昨天才刚吃，还有巴西坚果，晒晒太阳。有，我今天有去晒太阳，因为台中的太阳好大哦，所以我今天有晒个太阳。我都有达到，那我应该春分有做到，应该这个中医师所说的应该要注意的状况。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哦。郑中说他很喜欢吃菠菜、大蒜、洋葱，很棒。还有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好像在很多粉丝团都有就是直播对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留言呢。其实今天真的是外面的天气真的是让大家吼很难捉摸呢。好的，不喜欢冷，我也不爱冷，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这个冷冷的天气。好，花椰菜真的是很多人，石门水库蓄水量已经跌破四成了，这么少，所以大家拜托好好的节约用水好吗？因为我们的春雨跟梅雨季还没有到 ，OK？ 好，那我们再为大家统整一下，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呢会越来越好，春雨什么时候到？我也很想问，因为冬通常我们都要打春雷之后就开始有一些热对流开始了嘛，然后呢就会开始有一些春雨，我们来等那个第一道春雷。虽然好像之前已经说有人说已经有这第一道春雷，但我觉得那不太算数，反正不管啦，我们之后天气越来越好，然后就希望有一些封面啊或者是热对流，然后让我们的雨可以开始下下来，不要再这样子进入这个冬天的干枯期干水期。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同样的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所以可以看到温度非常低，甚至在北台湾有来到十度以下，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同样的早上也其实都是蛮凉冷的，但是太阳出来之后呢天气温度就会回升了。明天呢同样也是类似的状况，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都是很容易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在入夜的时候温度都比较低，提醒大家如果你比较早出门晚回家的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但是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洋葱式的穿法了，外面厚一点然后里面可以轻薄一些些。然后接下来呢五六日也就是周末之后呢天气就会开始慢慢的回暖，而且周五会非常的闷热，尤其南部地区有可能来到32度甚至是33度的高温，但是这样天气会一直持续的四五天之后呢，下周二26号的时候呢天气就会转凉，因为到时候会有一道锋面来影响台湾东北部，有没有又是迎锋面，会下雨，而且温度也会开始慢慢的降下来，有这个强度会多强呢？我们到时候再继续为大家追踪，但是应该不会到非常强冷气团的程度，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啦，好不好？所以呢提醒大家了，周末迎接好天气吧。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八气象站，拜拜。